那你只是得意啊，行人通道，行人通道，那系有一格啊，算啦，冇咩好睇，有一个圈咁样兜翻过嚟，我好想呢个琴高嚟睇个舞台，哇，铁丝网都整埋埋嘛，你使唔使搞到咁啊？唉，都几光下嘅，照得唔错。我成话旧阵条路轨咧，我哋唔会行过嘅咩？咁样兜法喎，咁拆咗啦，似系啦，我已经拆咗到睇嚟，佢应该呢度咁兜噶嘛，已经冇咗咯。唔知佢封咗几多日啊？我冇计啊，我净系知佢封咗，冇计到佢几耐。這個牌啊，我拆埋啦，拆埋啦，我喺度啊，條路軌喺度，原來 look left， what can you look at the left？ 有車嚟啦，我應該巡環線啦，唉，唔該，正啊，唔使驚車嚟啊，哇，兩條鐵嘅喎，型喎，驚架車出軌嘅，整兩條。哦，型啊 ！Abandoned， 我三条铁添啊，咁劲，系咯，内鬼整成三条铁噶喎。好啦，跟住呢个就咁样去嗰几个月台啦。你棵草啊，搞错，遮住晒。跟住仲要一号月台好少用系嘛？都封埋。哦，對面有巴士站嘅，明啊？1705啊，循環線 ，hello。係咯，拆曬啊！唔知用咗幾多日拆呢啲人，好值錢嘅電纜。超型吓，仲喺度啊！好彩月台吓，仲有眼睇，好正啊！去啦，翻去啦！好，有冇得睇嘅？其实嗰个位。我平时睇佢分叉路有冇 block 到噶，有冇 wall block 到噶？好似有啊嘛，佢 block 晒啊，正常 block 咗，睇唔到去嗰度睇，去嗰个月台尾睇下，系靠夜晚呢时候先至有得咁样搭拼贴嘅，点解咁快又有705？睇头先个格仔应该系，应该头先嗰格。第一條線嘅列車去翠湖嘅啫噃，走捷徑啊 ！Oh my god， 仲係呢啲牌啊！佢點解唔 update 就識咧？唔得意啊！我喺正個月台隔離，好型啊！不過想上去都係差唔多啫。我成日售票機喺邊啊？啊，冇售票機嘅嚟，係咯？呢個月台冇啊！远啲嘅先有，收费表都仲喺度啊！呢啲嘢仲未拆，啲设施好嘈啊！睇下先，天日就7分钟 ，OK。啊，如果喺呢度俾人过咪好咯，其实咩最对面车啊？佢有我嘅751。咁快嘅。我谂杀得几劲，其实佢系咯，留意信号，系咯，佢咁多月台得两部换咗啫，咁喺嗰边睇下咧，循环先咗6分钟，咦嚟紧嗰格得一卡嘅啫，哦，751得一卡啫，又系三，又系运行。唔得意嘅聲音。
騎騎嗰個中間都唔得噶，安唔安全噶？不過算啦，點會有人夠膽啊？哈！想用咩嘅嘢包？喺呢度安唔安全？係咯，唔知啊。不過仲有段時間，有5分鐘、3分鐘，係啊，超型啦！喺呢个唔会变嘅啦。啊，啲嘢点算呢个咩啊？遮住。嗰度去唔去到？其实好似去唔到，系嘛？好似唔得。啊，点样兜过去咧？真系，啊，好似要好似佢哋咁咯，咁样行过咯，掂下掂过。呢度好危险，其实系嘛？唔知啊。睇落危险咯。啲人点样？啊，佢哋咁样兜过去噶。對呢個勁有興趣喎，對呢度係咁入去，可能揾嘢包住喎，有趣有趣有趣。喺嗰度喎，哦，嗰度有嘅。哦，原來。我有得咁去啊！呢个新嘅，唔错，我得 OK 啊。咁唔系石屎啊，呢啲咁嘅胶质咁嘅嘢，我就咁样兜，完全留意唔到咯。OK， 哇！呢啲架都好似临时咯，其实因为有冇话临时啊，定系永久噶啦？完全不知道工程想怎樣。哦，有些人是太懶，不想那麼兜。我不是快咩料，我未行完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都要急步才行。有車來了，有車來了。那邊沒有。遺跡這樣。做4分鐘，7.6。咦，佢有位噴沙嘅啦，有支管咁懟，好 ，OK 喎，方便殺仔啊！噴沙，超型咯！啊，啲信號燈包住咗，唔用。做幾耐啊？哦，3分鐘。唉，落月台食下嘢先，都幾痛啊，幾痛啊！唉，見到有車喺嗰度咧。他說月台不給嘛，那我離開月台咯。這裡不叫月台了嘛，無欄杆。算了，我要吃了。